我结婚的时阵哦，大家拢讲搞啊，外口就拔起来，开始拔，我家己嘛拔啦。你家己嘛？家己拔啦，我就拔超过六个月，一条输有哪有输掉人哦？哎呀，欢迎一哥。安内无啊？你挂两段，你一段就搞切掉，怎么行啦？啊，本来就两趴尔。这不是这两段，你该先切掉。两段，毛孔两趴。两个 part 啊，两趴。拍片啊！拍片！拍摄！拍摄！拍摄！真够不华丽啊！哎，一哥你好，你好，你好！这什么啦？这你唔捌哩？唔捌啦，唔捌啦！我捌你啊！这大世界我敢来捌你啊！出来世世界我拢捌。哎，哎，你算来，你去跟他拜一就好啊！哎，跟他拜一。哎，你有送无？这种话用语嘴讲出来真无简单。无简单呢，我普通时诶，我拢常消遣诶，对不对？对啊。但是他是值得尊重。哦，那真的，你真的很尊重他。到迄个电波叫下落来，去做庙工，个当个爬起来，像这点咱对袂着啊，无简单呢。迄个明明死啊，等伊抬落来，佮挖出来，挖出来佮外口跳迄个。跳跳跳！哎，哪来这些空气？真无简单。阿你够有送无？啊！你算作曲家，你算啊做作有才的人，哦，就像你这种角色啊，作少，哦，啊，佫娶某娶无半年，哈，无简单啊！你这应该啦。你讲这就无意思啊！你头前讲我拢当接受，你后壁讲这，啊，你当你娶过来，我嘛是从给我两个，你三四个讲娶出讲，你边来讲，你讲这打压娶无，怎么是安怎？我六十外岁啊呢，安怎六十外岁啊？啊，六十外岁啊。三四百是应该的，对啦，应该啦。啊，够有人拍婆啊！对啊，我结婚的时阵哦，大家拢讲搞外口就拔起来，开始拔，就开始拔。这中间拔就出这六个月，大家拢拔六个月就对了，1:5吼。嘿，我家己嘛拔啦。你家己嘛？家己拔啦。我就拔超过六个月，所以我硬动电动到高位。另外三个月你是我下面做的对啊？为什么硬个动起来？你条输有哪有输掉人哦？郑经理啊，你是算财人，没啦你在咱台湾啊，像你怎啊最近啊做这个鸡哦，全世界啦一定有甲你怀念嘛。哎呦，阿贵啊，你那是钱，要怀念，这人就不得了。你们那边在怀念？不，我是比如讲，阿贵啊，你也签过。就是家后的某某人一定过啊！哎，你知不知道哈？啊，这咱袂使讲，对面这半年啦，什么冻到高过，咱袂使呢。所以，你想我低哥娘啊，某离婚呢，我唔对，我唔对。可是你看，你那是唔对失败的，无简单啊！这无，那唔对失败，我第二摆够干，你连续失败，而且我感觉你有够第五摆感觉呢。咱老公介绍唔对。听讲最近你不讲唔对吼，希望我会当个有啦吼。你两个拢卖冤家啊！你两个家家开，有人请人叫一台啊。咱人官某有讲话哦。嘿，安那。我那我当那个第五摆，人伊要甲我庆祝哦。有影，哎呦，做干的红干片无简单呢。伊代表讲我身体赞。不是啊，你看第四摆某拢做起笑啊啦，全部拢做头壳拢无同款嘞。一般人拢赞袂着，所以咱计做五摆，迄人一定唔是行对先啊啦。普通人绝对袂做这个代志啦。哎，平地三六好，平用好三零，对不？你是算会作词、会作曲的人哦。你讲的，我甲你认为就是话。啊，你系做导演啊、拍电影的人，对不对？哦，这首歌哦，真的超好听。你也觉得不错是吧？真的很棒。其实啊，二姐啊，江蕙二姐也未唱进前啊，连你本身也未唱进前，我都捌看过这歌词啊，够这个音乐。哦，你捌看过啊？有。是王世贤的哦。我知啊，我上海蛮唱过的。对。知啊。哎，王世贤，我塞你跟世雄，你一定要给他一枪的对吧？不，我只有给他一脚而已，没有这样。人家是歌王的金曲奖。啊，那迄阵你为了你拍咪拍戏条，我看，哎，我每一次我那哭不出来哈，他拿那个歌词给我看，我真的眼泪就掉下来。安尼哦。哎呦，我感谢你，我叹袂出气。因为我那哭不出来，很快就哭出来啊，啊，你戏就一直接安尼啊。啊，感谢呢！你听，怪怪呢，听你怪怪。我看是袂哭啦，难我啦。啊，你偏爱哭，你别人哭啦，你看是别人哭，你哪会哭？你也不是假啊，对不对？伊哪会袂哭？我一见那黑料，伊拢，伊个物件，迄钱拢互对方，
拢无家己拢无村啊，拢嘛靠。诶，人诶，像许孝顺，你讲离婚了，人胡官离婚，人总结人个，算家里上衰，拢不。诶，我拢好啦，我拢好啦。哎呀，你好，你拢好抓啊头啦，伊啊拢无收无着啦。对啊，对不？你可怜啊，真正。四个听讲到大无五十块吧，五十万呢。你今日是来冤家哦？无啦，什么冤家？我是压出来，不是普通人。要从低个人安尼，介大细声无几个呢。有影啊，我第一遍听。张飞阿哥唔一定敢呢，敢我敢呢。真的嘛？因为我无差嘛。对不？伊也无必要发大牌啊嘛。我买三百钱做节目呢，对不？这只我无上要紧呢。哦，安尼哦。对不？对，对不对？对啦，对啦。是不是？你今日是来安怎？来头壳遐一看。不，我今日太久无看到你啊，因为算算你也是咱国内时代，还是我们。谁你又属于邓贵呢？对啊，哦，关你有关。啊，以前伊在讲这句话，目睭唔敢看我呢。对啊，伊拢看喺后边去，到底发生什么？而且我看到你，我目睭又看你，我系笑地笑，我讲不出来你啲啊。伊敢生做这好笑，你看到就笑。不是，因为讲这微信，不是，我讲正经的啦，咱讲这，我们开玩笑归开玩笑，但第一个呢，你咱国内也地面多好，讲也成就，这唔是讲正经来捧伊就使，对不？大家都知道，大家說得頂頭，對，別人說不準，我說得準，我不是有別人俄羅的，你也知道，對不對？對，你說我怎麼會俄羅你？不可能的事，你什麼人我都不知道，我要俄羅你，對啊，對啊，是你說孔鏘的，對不對？什麼老師？哎呦，你不知道，他說你說孔鏘的喔，孔鏘是全國的歌星，什麼看到他都叫老師，你知道他叫我什麼？叫你什麼？他叫我老師啦，哦，他要叫我先的。你不讲我唔知呢，所以我今日我今麦叫冲山，冲山。您的文青人今日来夹大耳机样来拜者。所以我阿伯来创个对不对？哇！好厉害！也是在这人拜半仙了啦。所以你今日来就这个半仙，你算一夹大耳机样，给你拜兼照讲。你算今仔日做酒，好啦，你还宣传唱片是不是？无啦，伊无咧宣传唱片。啊，出唱片就搁宣传，迄就卖出来啦，笑死人！像我出唱片，你无搞买嘛，无紧。我提。无啊，你到底是代表创啥货？我都唔知影你。奇怪。啊，是代表拼要做啥物货？我无代志，只要经过啊，行入来看看会知无？你说谁啊？无啦，是这样，也太久没有看到他了。哦。而且你看这个节目开播那么久，我拢唔捌来。哦，这倒是。我不会啊，探听这个，因为我太贵，恁请不起。我马上，那低哥俩一通电话，我就来啊。哦。但是伊都唔死，唔靠我爱面子，人做爱面子。啊，我拢无怕你，你哪会来？因为哦，太久无看到，我到尾我嘛挡未掉啊，下拢无卡来，我无来问看嘛，什么你嘛嘛唔是办法咧？对不？对不？你知这下摆你主动卡？不，下摆佫挡未掉啊！来，我都是来看你的。这久不看了，来，真正来看我，真的啊，拢无为着宣传唱片，啊，我宣，我都不出唱片了。我那你是无情无义，对啊，我真正是安尼啦，你相信无啦？你别相信，我真正是安尼无啦。我唔相信，你的人无目的，未尽到呢。是啊，我讲低过量就真正低过量啊。一了解你哈。我当然有目的，无我咩来。啊，你们是来要创啥货？无啦，我。你先讲吧。你先啦，你徛远，我感觉出去，我个，无啦，我是安尼，是个人演唱会宣传，我嘛，所以我个人刚才一个人要去看迄种节目。因这样，因为因这算老牌，所以他们活在以前世界，咱这款新牌什么？哎，你看不是港铁？啊！你啊啦！你啊！我要甲上讲话，我都无人讲啊。买头呀！我袂通啊！这是咩？你喊我讲话，你讲你捌我啊？伊啥物人你都要唔知？你哪会含伊讲世界？无啊！我都拢会杀你。我老少咸宜啦，我咪像你。是，你敢那顺龙白的啦？人啊，画怕你画强啊！人啊，画凉你先走。我知啦。啊！你唱会是啥物名啊？啊！就是请恁的歌谣来听歌谣。哦，请歌谣来听歌谣。对，你怎么不歌谣啊？有啦，啊，你怎么有啦？有啦。哦，安尼差不多，当时要走。你无啦，你无吼。我无啦。讲听最近他交一个。有啦，有一个女朋友啊，都叫我来啊。来家哦。对啊。注意哦，唔忙动六个月哦。你讲。动个个。朱大哥，这里较无讲。啊。这里吼。这里身体好，动个久。这里对于那个一哥来讲吼，一哥在伊心目中啊排第四的尔。拜第四耶！对啊，佮心甘情愿的，有够无简单。第一拜是伊的亲家嘛？不，不是亲家，伊他这个人就是说，我讲这，因为他这个人哦，一直是女强人，
所以他的心目中，他的家人，因兄因爸母无在，那因有兄弟姊妹是排第一的，就是他最亲的人就是他家人。好好好。啊，第二就是伊工作，伊女强人，所以工课是排第一，心目中对了。第三是因到一只狗，或者小黑，后边那个狗，对不对？你比狗还不如啊！是啊，我唔是，我感觉是，你若讲狗后边排一只猪，我蛮担心的。猪甲狗有，跟猪狗不足个，狗即低俗狗，我都。我唔是故意啦，好啦，我听这个成语就低告不足，我们叫低就做出来了，我唔知做袂叫你用阿低啊，还是，无啦，你只只低无人管啦，你只低有较高尚，咱讲你。所以，伊上大只低工。哦，对对对。对。无啦，希望唔忙，希望冻到十个月啦。真的唔是啊，我有甲口讲啦，今麦我就劝他算了，你得甲口讲，但伊敢那。无啥听口讲，我只要叫朋友讲，我买啦。我劝他，劝他不要跟我在一起，就买啊，紧走安尼啦。啊，伊家己买就对啊啦。所以我已经警告我力量，我甲讲口讲，我不叫朋友讲啊。伊若佫买啊，我都袂当怪我啊，吼，对。算很有魅力啦。啊，唔是唔是唔是啊，唔是啊，即款就是讲啦，你我较怪，我看一下，拜托。哦，你真的好像一个人，越来越像了。没有啊，你干嘛？林松义啊。我来猜，这段加掉哈，要加掉。不是啊，你最近很不是空弄卖加啊？无啦，该加嘛是加。哦，安尼。无啦，我是无猜，我这个活到现在已经拢无百无禁忌啊。因为诸葛亮，其实我以前我刚刚来就跟他讲，嗯，现在台湾这主持人来电哦，蓝光晶、胡瓜欧等会，我觉得他是歌唱的最好的。这你是打从心底这样认为吗？我不袂讲该好就好嘛，但是因为伊主持太特色了，所以压掉了。把他风采盖过。把他风采盖过，其实歌唱了袂歹，但是伊是唱了袂歹，但是伊无像歌星啦，人讲这个。你听有啦吼，这干来你听有俩，别人听无啦。啊，这作曲家、作词家伫咧甲咱批评，咱爱记起来。吼。看明是诸葛会笑，诸葛会色。你们现在收看的是《明是诸葛会社》。